主持人，脖子这边痛。主持人，脖子这边痛啊。我看到那个天上一根细细的棒，伸下来啊，那个是，伸下来啊，就是啊，可以回家走啊，可以回家走啊，可以回家走啊，反正这里，还有其他。家里人在一块的话，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有点狭小，所以互相干扰，就不能马上，不能马上传递信息啊，还得等。刚才小要找我的时候，我还在等，因为那边，他们在听静默有声音嘛，啊，那没办法，还得等，所以呢，就不像在一个洛杉矶了。随时可以连麦啊，所以啊，他们发现受影响啊，受影响，所以呢，希望我早点回洛杉矶啊，早点回洛杉矶，是我，4天吧啊，还有第4天啊，第4天就回去了啊，好，好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